你们猜我现在在干嘛？我在哪里？打死你们都想不到。异星整形。就我想保持我的单眼皮的样子，然后把让我的上眼皮薄一点就好了。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我结膜炎嘛，然后因为倒睫的原因，本来也是去年要在医院做，这些可以同时进行。那我的眼皮变薄之后会变样？也就是说我知道您的诉求了，就是我不想变样。对，但是还想把我这个问题都解决。对，但是呢，你要说一点不变也不太可能。变的是什么样呢？能把眼睛变得比现在看得要大一点。啊，到时候眼睛变大了，其实就不用调了，是吧？对，啊，对。你看，在你不挑眉的时候，其实你的眼球只能露出一半。你看，我们把多余的赘皮给它去掉之后，还有这个眼角，拉长之后，你看两个眼睛的这个变化，然后这个眼睛它这个动态的，它就看着比前要灵动一些。想高兴了。那是全麻吗？还是啥？局麻手术。局麻。因为我们眼睛这个手术啊，它得需要你的配合，所以说呢，没法做这种全麻。哎呦。有点害怕是吧？有点担心。你做过这些成功案子吗？没个问题。人家大夫，我能理解你的心情。那恢复呢？恢复这个就咱们血糖做完手术之后依然也控制得很平稳。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正常的恢复。我们正常是五天拆线。然后五天拆了线之后就好了。之后还有一个恢复期啊。就是慢慢的消肿。对，大约是两三周左右，这个眼睛恢复到80%-90%。余下的时间呢，这个虽然我们没做双眼皮，但是和双眼皮的这个操作是一样的。需要3个月到6个月左右的周期。早期呢，这个切口啊是不能沾水的，得注意保持清洁，每天得需要定期换药。然后呢，因为咱们正常是在皮肤这个表面上有切口嘛，所以说你得需要忌口。忌口。对，忌口最理想的时间大约是3个月。第三个月的口，阳光，是的，一心独白是吧？三个月不能吃肉，有一些犹豫，有些害怕。做那天，我得把我的亲朋好友都叫来。走了，开始检查。复杂的心情又回来了。可以了，我明天就要去做我的眼皮抽脂，然后还有倒睫，这是我最后一个晚上的人生美梦。到明天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工美人了，但依然不影响我爱你们哦。我一想这个事儿，我心里都咯噔咯噔的，真的，我特别害怕吗？明天有家属陪你吗？必须得有人陪我，因为时间太早了，大嘴可能赶不过来，还是早高峰。按我的意思呢，就是明天公司全体都得是跟我去。对，竟然并没有人理我，然后没人惯着他，关键他们不是他非让我陪他进手术室。然后关键还跟我举例说，人家生孩子的都有旁边有人陪。我说手术室是要一个无菌的环境，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人家别人整个容谁都不知道，你整个容全天下都得陪着知道。那怎么了？他废话，我变美了，难道不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吗？我朝阳卡戴珊，通州雷哈娜，闹着玩呢。哎呀，我终于要为我的美貌付出一次最大的努力。真的，我都陪你，就真的是陪你紧张的太深入了。我做一晚上梦，做好被子做手术，还有好多人都在做眼睛的手术。我真没睡好，这些人真是很冷。哦。好了。哎 ，Hello。来，我们去见一下医生吧。好。总是有一些紧张。手术呢，怎么说呢？知道手术这俩字儿，大家就马上这根神经就绷起来了。这个麻药吧，一旦打上了，它整个就不疼了。所以说，你不管我做哪里的手术，你都是不疼的。咱俩这个是咱俩需要共同努力的这一台手术。好的，我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相信自己是最棒的。对。总是要去走出舒适圈，去尝试新鲜的事情，克服心理困难。
抹一层贼贵的防晒霜。跟医生直接接手指就可以了。需要时间吗？不需要。哎，那去吧。对，我走了，拜拜。我们一会儿见哦。在这儿啊。哎呀，我俩这哦，天上冰酥感啊，我感觉嘴大，我闹的。采访一下，什么感觉？我太煎熬了，你看吧。啊，啊，但你不让我低头。我先注意点。你一直是清醒的吗？啊，废话，睁着眼睛。看到吗？我跟你说小孩子，我睁着眼睛看了，没有太在乎我的眼皮是猫的眼皮见识，还是假的，他让我没有，他让我确认脂肪，就是抽出来的那个抽脂肪，我说不要看，然后你要仔细的看一下你的双眼啊，我知道了，我看见了，他这个脂肪地方其实它都开了，然后没有给那个缝上了，然后再有稍微点那个就是两处的地震，啊，不好意思，别动。眼角是吗？太疼了，那个都消了呀。我这第二天我就擦，他刚过来二十分钟，那还疼？那他嘴疼，疼啊！我昨天不疼了，你擦。啊，你不然怎么？人家就是两个地儿，一个眼角，你做了五项手术，你没有多眼，还有抽脂啊？我也是眼角，我没有，我看里头了，咱俩一样。那你不，我还做了做别的。那你就是这样，人家咱们没有。那你做了这个做啥事都不疼啊？啊，就晚上就是有点不适应，但是那个胀的有点不适应。没事，没事，你坐一晚上就疼了。我有点抽脂。没事儿，这个拜拜，拜拜，啊，拜拜，姐，啊，好，谢谢，亲友之间的交流。好，人造美女大表姐来了。我今天是我做了这个眼综合之后的第五天，刚刚大概四个小时之前我去给眼睛拆了线，现在就是拆线后的状态，看现在还是很肿，就想着把我这个整个的变美历程的第一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去做这个呢？去年冬天我因为那个麦粒肿两个眼睛，然后肿得很厉害，而且我这个眼睛长期的结膜炎发炎，借着麦粒肿的事情然后去医院看病，然后大夫就说你这个倒睫很严重，建议你尽快的把这个倒睫做了。当时就想这个麦粒肿好了之后那就去做倒睫，本来一开始只想去这种公立的正规医院去做，但是在公立医院我们考虑的可能是说他只会去治好你这个病理上的问题，变美变得更好看呀什么这些应该不太会考虑，所以就想那干脆我们就找一个这种整形或者是这种医美的机构，然后去把这个眼睛做一下。因为我之前是陪别人去，然后这次是自己，所以我非常的谨慎。通过多方的咨询和打听，就觉得这个艺星还是比较靠谱的，而且它就是像这种是全国连锁的医生啊，包括的它这个服务啊，还有所有的这些，我们都觉得还不错，比较靠谱，所以我们就去了艺星了。就是给我做眼的这个王琦大夫呢，他原来就是这种眼科的医生，所以对做眼睛这边也是非常有经验，而且我们在做之前也提前一个多月，然后就沟通完了之后，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在一直努力的控糖，就是让自己的血糖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就是抽血验尿，然后去查你的这个常规这个血项啊，所有的这些我觉得还都挺正规，还是心里挺有保障的。因为我在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医美有关系，之前可能就是觉得那我撑死其实就是去纹纹眉，也是因为这次倒睫有了这样一个契机，给了我自己一个勇气。我跟王琦医生去沟通的时候，我说大夫我不要双眼皮儿，我对自己的这个首先是倒睫要解决，然后其次就是那如果顺势能让我的眼睛变得更大一些，那是我觉得是最好不过的。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凶，就是因为我一说话挑眉毛，其实我是因为想看着对方然后才去睁大眼睛跟人家说话，但是我一睁眼睛就需要这样挑眉，所以我这个抬头纹也很重，所以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套餐，叫做大表姐眼综合套餐。别人做的眼综合可能是比如说双眼皮开眼角，然后还有再是像这个抽脂什么的，但是我的眼综合是倒睫然后开眼角还有眼皮抽脂调整，所以我们就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做之前我就已经很紧张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因为一件事情这么紧张过了。之前我还跟那个跟洋洋说，我说我做手术的那天我不管，我要公司所有人都去陪我。然后我还给徐燕大嘴，然后张大美、马包子他们一个个的打电话，气势整的有点大。然后到那天的时候，结果一个个谁都没来，就只有洋洋陪着我去了，然后我也只能硬扛了。我当时我们心情贼紧张，真的，我让大夫知道我是这个就很紧张，然后他就一直在跟我聊天，说啊你拍一些视频都拍什么呀，平时怎么，就说啊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说一些有趣的事儿，就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让我不那么紧张。然后上了麻药劲儿之后我就开始了，整个的过程就是我能知道大夫在我的眼睛上面干了什么，但是他都不疼。就有时候大夫会让你睁眼，就是让你睁眼的时候，我就亲眼看见大夫用镊子夹起我的眼皮，然后拿剪子剪掉了。我整个的这个过程，手术的过程总共花了将近4个小时。做完之后上药，然后敷纱布之前，然后大夫拿镜子让我看了一眼，我就哇，然后就开始捂着嘴笑。大夫说啊你笑什么呀，我说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个眼睛能是我的这么大，就当时那种心情无法言喻，反正就是很幸福，真的是很幸福。做完之后我就跟着洋洋回公司了，因为现在我还是在一个没有消肿的一个状态，等我彻底的消肿恢复好之后，让波波给我画一个美美的妆，再给你们大家上一个最后的成片哦，好吗？叫我 vlog 之王好吗？求你了。